清净真如体理，染心自故恶法，智慧最低心故，显自性清净如净佛国土众生，傲大乘菩提法。大家人用心啊，清净净如体理，这是咱人人本具，只要咱用心回归咱真如本性，所有的真理，那都是现前咯。但是咱那是一念嘛，偏差无明起啊，自然迄、那个染心，染着了无明这念心。起心动念嘛，啊，就犯了种种的过犯。这种一念差，千念错，方向一偏差啦，咱步步皆错。安尼呢，所作作啊，心口意。三业都是恶犯咯，所以咱修行真简单呐、啊，就是爱修好咱这念心清净，心清净，即诸法善，心呐受着污染呢，那。诸法都恶，所以咱爱好好保持好咱这念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真如，真如呢就是无染的真理啦，所以体理。就是真如，真如本性就是清净。其实，咱人人本具智慧，智慧譬如水啊，就会当先得过慧。咱的心一念偏差，将。原来清净的本性受污染，那安尼一念一偏差，堕落凡夫，哈、啊，凡夫心嘛，都、就是无明污染，一直把咱染过，唯有智慧的水，咱通彻道理啦，就。智慧现前，就亲像水呢，伫咧洗掉迄个垃圾的物件，咱一定爱有智慧水啊，来治心国啊，心唔只是唔通得粪扫，还要呢。我用水给洗得真清气，同款修行啊，咱来用法，用水，水甲法，安尼来切来洗，安尼咱的心果才会当完全呐。气伫心的果位，现出了咱。真如体理的本性，这种清净真如啊，
必定爱咱真用功，用水啊来甲伊洗掉，还用智慧水啊，用佛法的真理啊，真正爱立心，咱爱用功夫，亲像伫咧七级物件，所以先自性净真如。还用智慧水滴心果，才会当现出了自性，才会当呢，就净了咱的真如啊！咱家己的心清净啦，才会当净佛国度众生。咱要庄严佛道，咱就要教化众生。咱出生伫倒一个所在，咱就要伫迄个所在去发挥呢，真正将佛法会当净化人心，予人人有法度应用着的法。佛法在人间，人间菩萨用法落实在生活中，这就是咱真正爱去征服国度的方法啦。所以，菩萨在人间呐，佛法在生活中，安尼才有法度呢。净佛国土啊，度众生，度众生就是为着来净佛国土啊。净佛国土呢，就是为着度众生，这是相互相彼此吼来成就。所以讲爱自利利他，家己呢？爱先了解佛法，弃除烦恼，咱家己的真如体力爱现前，咱才有法度呢，向别人来讲，人人本具佛性，咱才有法度呢，通达这个道理啊，才甲大家人讲，智慧与佛平等，这种。自利度他，这是要从咱家己做起。修行了解佛法，咱就爱熬大乘啊，菩提法吼。咱应该呢，爱这利己，也都爱利他人，这是来度众生吼。正面的文。我定内灭诸为为众，为了出世更无意思。这呢是正面讲，假若尊者伊还是安尼讲哦，阮就是固守伫阮的本分，反对来呢已经断哦，地断哦，这个地的断的啦。地就是了解一切法的真理，那断呢，就是断除了种种的无明烦恼，所以叫做地断吼。那这就是内灭啦。对阮的内心，阮了解了真理啦，阮也已经把无明烦恼弃除。阮安尼已经呢，如法修行，阮真满足咯。阮就是为着安尼，无有其他的要求，就是安尼呢定。这就是小乘吼，只是独善其身呐。所以因再国讲，我定入门净佛国土。教化众生多无嫌恼，阮大家人
那听到佛陀啦，伫咧讲，安怎样去净化，去净化国土，去度众生，阮拢无起着迄个心傲，无想讲阮爱去，即净化国土，那就是爱看众生啊，众生清净啦。那国土就净，众生污浊，国土就污浊啦。这就是爱净化国土，多一个所在众生清净，接受佛法，那就是清净佛土啦吼，度化众生这呢。但是爱人去做啊，爱去付出啊。也要尊者因讲，多无心傲吼，伫咧教化众生净化国土呢，这阮拢无有心傲，无起着欢喜，无愿意投入啦。只是呢，将佛所说法辗转呢，去予其他的人知，我们就是安尼尔。这呢，就是讲。为了出世，在修行呢，是阮的本分事。阮拢照安尼修，依照佛陀的教育，啊，阮就是安尼啦。这就是为求了脱生死。大师敢若想讲吼，无爱过来人间啊，轮回生死真辛苦。真呢，就是敢若专心修梵行。梵行就是清净行啦，那心迈过去受污染啦，迈过再去造就了种种的过失错误的恶法，在拢总无啦。所以啊，这梵行依立已经建立了清净的修行典范啦。所作一番，以为呢，安尼我隆重呢，尽本分事啊，所以不受何有都无有，后面呐、啊，会搁再去犯着恶法的代志，我拢唔免烦恼啦，因为烦恼已尽呐，心已经清净，道理已经明白，无有贪嗔痴。都无有后面的恶因、恶缘、恶果、恶报都无了吼，所以不受何有啊？那更无意思啊，无其他，就是净佛土度众生，以此为意思，这就是其他的代志啦。并无意思，这跟我无关系啊啦！我的本分，我的代志已经完成啊，去净佛土度众生啦，这呢就是道义的啦，跟我无关系吼。那这就是小性之病吼，小性人的毛病，都是伫咧家啦。所以佛陀呢，伊担心，所以佛陀呢，心愿未了啊！伊希望佛陀的心愿，希望人人呢，都、就是爱回归真如本性，爱搁再恭
度众生成佛道，真正真如本性，要会当显现呐，到甲呢大觉悟呐，宇宙万物真理，必定呢爱行大行立灵根呐，这出污泥的莲花才会灿烂，才会当搁再结籽呀。好，这就是佛陀最期待哈。但是这些修行者啦，拢是干那认为我独善我自己，那其他呢，这是多余的。我家己解脱啦，啊，别人是不是要解脱无？这跟我无关系，这种多余的代志无发心啦，这就是小性人的毛病啦。啊，也是佛陀呢心所挂碍的代志，伊就是希望众生人人啊，真正是大觉大悟吼，得大解脱，也那伫小性犯呢，那真容易呢，就是再搁再受念着，还是呢，哎，人人呐、啊，拢总有解脱呢。这是真解脱，是为他有自甘无分之意，这感觉这个法是别人的，啊，家己呢自己甘愿讲我无不要紧，这个大法是菩萨道的行者爱去接受的，啊，我无不要紧。因为我无需要，我已经咧满足啊，我无需要这个大乘法，所以自甘无分之意吼，就是这个大乘法，我家己甘愿放弃啦，这就是小乘的毛病啦吼，啊，我都要安尼度好啊，所以下面讲。五顶玉门净佛国土，也要尊者代替大家人讲话，所以伊讲五顶吼，阮大家人志愿吼，阮的意志无遐大啦，所以呢，阮的意志真微弱，敢若会当独善其身呐，或者是欲学闻吼，或者是听听到净佛国土，真呢低诸学业吼。明净佛国土，这爱地众生呐，的学业，这个尘沙无明这么多，还是呢，爱投入人群去，这呢实在是真困难呐吼。那家己自净可以，无法度去净化他人，所以会晓自利啦。啊，要去利他呢，这是无法度。爱去自利，爱个利他，阮，阮大家人实在是无这个心意吼。那去自化道啊，摄受众生利他行，上求效法，这是菩萨的事业，所以叫做教化众生。教化众生呢，就是爱开始爱去化度他人，去教育别人，啊，去摄受众生
就是跟众生结大福缘呐，去接受吼，众生愿意听咱的话，众生愿意甲咱同修共作，亲像安尼呢，去利他行吼，那会当上求下化。一方面，咱爱搁再向佛求法吼；一方面呢，咱爱搁再去度众生，这叫做教化众生。那净佛国土，家己的心地爱清净，啊，搁都爱去教化别人吼。啊，这就是菩萨行啦。那亲像安尼呢，都无心傲啦，阮吼。拢无有真欢喜去做这个代志吼，我那家己可以断烦恼，安尼多好啊！阮对生死呢，那起着怖畏的心呐、啊，因为怖畏生死啊，急求自度，以彼地闻多无喜恼啊。娑婆世界是爱堪忍呢，何必堪得忍耐呢？真正是真辛苦。我无希望过来，无希望伫五道的内底啦。所以呢，我报位，我唔敢过来咯吼。所以急求自度，较紧呢，度家己较重要啦。想要去度别人，这个念头呢，家己呢产生未起来，所以急求自度啦，以彼地闻多无喜恼啊，这种叫我起慈悲心，动体大悲啦，参加智慧呢，入去灵根中啦，去分别是非吼、哦。搁未染着着家己啦，因为众生人群啊，是非啊，烦恼无明罪啊，咱若无有充分的悲心，那伊无想要入去吼。看看现代嘛是安尼啊，啊因的苦，因伫咧灾难啊，灾难离遐尼远啊。啊，甲咱哪有啥关系呢？拢无去想讲吼，天一片呐、啊，地也一片呐、啊，同款呢，呼吸是伫天下地上啊，同款的空气，同款呢，这个天地间的生活，咱哪会当讲？因为离咱较远。咱即马科技发达啦，咱即马嘛会知影讲，哈气候呢，极端的气候不断不断的产生啊，这呢一旦一不调和啦，这灾难造成啊，是一大片啊，其实这些天地之间众生共生存。一旦呢，众生有灾难，咱来起大悲心，动体大悲呀。所以这个大悲心呢，会当投入灵魂去，投入灵魂呢，还佫需要智慧。这个智慧要安怎去救人？救人的人呢，真平安，去付出真辛苦呢，啊，感觉真幸福。这种会当救人，会感觉真好，付出无所求，三轮体空，亲像安尼啦，这叫做彼地文吼。啊，对这个彼地这个法啦，我拢总无欢喜吼，无真愿意啦。Thank you.
因为孝性低，所以呢不勤劳待性法哦，啊，尤其是呢欠缺了大悲心，所以呢，伊就是伫孝性伫修伫迄个所在，所以不多为着遮个人，伊都爱不断随机说法啦。莫非呢，就是净佛国土，这是佛陀的悲心嘛，要来净佛国土教化众生的大乘法，这是净佛国土吼度化这在小乘的人感觉讲啊，这都跟我无关系吼，要安怎净佛国土，要安怎教化众生，这呢跟我拢无关系。伊无想讲啊，佛陀呢就是因为安呢因缘善诱啦。所以对佛陀的本怀无清楚，所以菩萨呢，菩萨就是感佛陀吼，是必有所化之众生，因为这个所在跟佛有缘呐，才会众生呢，那虽所化众生之敬畏，所化众生清净，就是迄、那个。国土清净啊，所化众生污染啊，就是迄个国土污染吼、哦。所以菩萨为庄严佛国土，即今日教化众生，为着咱未来哦要成佛咯、哦。所以咱即当阵呢，咱都爱赶紧呢来教化众生啊，心。成就清净的善业，咱家己的本身要好好成就清净的善业，再来教化众生，功德清净，咱家己的心也会清净，众生的心也清净。因为安尼啦，所以呢，教化众生啊，叫做净佛国土教。众生真呢，就是咱爱自己爱清净真如体力吼，染心诸恶法，咱爱远离，咱爱用智慧的水呢来滴咱的心果，咱爱显自性净真如，这就是爱咱家己本身呐、啊，爱清净吼，所以净佛国土。度化众生，这是咱时时爱多用心。